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闻全视角，我是依依。最近特别流行说什么微胖美女，在以瘦为美的主流审美中，怎么把胖和美平衡起来？很多人闹不清楚。如果实在不知道什么叫丰满美，那不如看看张敏君。近日，周丽缇和大女儿张敏君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组自己泳装照片，引发热议。才22岁的大姑娘张敏君，不经意展露出的身材已经有不输妈妈钟丽缇的架势。夏日炎热，张敏君在海边穿着简单的蓝色吊带款比基尼，天蓝水清，姑娘笑脸灿烂，但网友大部分的目光却不由自主地停留在她火爆的身材上，双手提着裤子，仿佛生怕比基尼下滑，上半身干净清纯的抹胸简约不简单。这身搭配本来不算太惊艳，但硬是被张敏君穿出了独特的韵味，成熟性感女人味。男友视角下，她笑得幸福，笑得开心。据说张敏君虽然在上学读书，但是已经和外籍小男友在校外租房同居，并且男友已经获得钟丽缇认可，可谓是学业爱情双丰收。作为丰满系女生，张敏君继承了妈妈钟丽缇的大骨架大体格，所以看起来有种欧美女孩身材的狂野。而这次毫无遮掩地秀出自己的曲线，感觉已经比妈妈年轻的时候更是肉感了几分，好看几分。要知道钟丽缇年轻的时候可是曾被评为年度亚洲最性感女性，钟丽缇号称是中越混血儿，深邃的眼眸和立体的五官在娱乐圈独树一帜，而女儿张敏君更是混血再混血。张敏君的爸爸是比利时人，是钟丽缇的第一任老公所生的女儿，自幼生在国外生活，模样偏抑郁，性格也比较开放豪爽。钟丽缇有过三段感情，第一任生的是大女儿 Yemis Rose 张敏君，第二任音乐人严征生了两个女儿，第三任是张伦硕。这三个女人个人都觉得大女儿张敏君像妈妈钟丽缇，也是目前颜值最高的。看她自己分享的照片，明显是对自己的颜值还是比较自信。虽然身材丰满，但穿衣和摆造型都十分的内行，缺点都被掩盖起来了，留下的只有美。其实已经有网友发现了，张敏君模样很像一个明星，就是金马影后马思纯，特别是笑起来的时候，眉眼一样的清纯干净。果然好看的人总是有共同特点的。听说张敏君毕业后也有想法要进入娱乐圈，本身就是星二代，自己颜值又在线，可以预想如果她出道，星途应该是一路平坦，直接下妈妈钟丽缇的班不成问题。只是不知道那时候男友会不会继续讨她粉丝喜欢。1970年钟丽缇出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，是中越混血人。年轻的时候，她气质清纯甜美，笑起来就像那种邻家妹妹，更因为有168的身高，所以走到哪里她都是一抹亮丽的风景线。1993年23岁的钟丽缇参选香港国际华裔小姐比赛，从此入行演艺界。那个年代的香港演艺圈帅哥美女云集，即便如此，钟丽缇还是凭借着自己先天的长相和身材优势杀出了重围。入行第二年，她就凭借和郑伊健、金城武主演的《人鱼传说》小美一角迅速走红东南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破坏之王》这部电影在当年可是十大卖座影片。在电影里，钟丽缇饰演的角色清纯与性感杂糅，哪怕是素颜也美得让人挪不开眼睛。之后星爷也是多次邀约其客串或主演电影里的女神。传说只要有钟丽缇的戏，星爷在片场从来不发火，可见她的魅力有多大。因为姣好的面貌和性感的身材，使得钟丽缇成为了香港鼎盛时代性感女神的代表。1999年更是获得星马地区 FHM 杂志读者评选的亚洲最性感女人之一。这个时候的钟丽缇事业如日中天，正是炙手可热的时候，如果趁着势头继续发展，她的演艺之路必定是一片大好。1997年左右，钟丽缇和第一任外籍丈夫 Green Gross 相识，不到一个月左右就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她便和 Green Gross 登记结婚。婚后不久，钟丽缇于1998年产下长女，为了维护这段感情，她甚至不惜毁约，冒前途被毁的风险隐居了加拿大，只为了和丈夫好好经营婚姻生活。Green Rose 终究是辜负了钟丽缇，2002年这段婚姻以离婚狼狈收场。作为知名公众人物，经历了这样的背叛，钟丽缇无疑是成为了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大写特写的嘲笑对象。
可是生性豁达的他也只是一笑了之。经受了第一段婚姻失败，钟丽缇没有自怨自艾，反而是主动的把女儿带到了自己身边来养。钟丽缇就不会这样，她反而越挫越勇，始终对爱情充满了期待和憧憬。所以这样的她生命里也不会缺少桃花运，而她的第二段桃花运男主角便是颜征。早在2002年，第一段婚姻走到山穷水尽之时，钟丽缇便认识了颜征。他们在成龙组织的聚会上相识，颜征对钟丽缇一见钟情，他甚至还说出了当我70-80岁时，这个女人就在我身边的情话。毫无疑问的，钟丽缇又再次陷入了爱情的漩涡里。2004年，她和颜征登记结婚，传闻这场婚姻没有婚礼，也没有嫁衣，连求婚的钻戒都是钟丽缇出钱给自己买的，可见钟丽缇为了爱情是多么的奋不顾身。2011年，没熬过7年之痒的颜征选择了和钟丽缇离婚。而就在前一年，2010年，40岁的钟丽缇刚诞下了他们的小女儿。时过境迁，钟丽缇和媒体吐槽道：“3年内生了2个孩子，从来都没有见聚会，跟我的闺蜜吃饭，一直都在家。”可见钟丽缇为了颜征牺牲了许多。41岁的单亲妈妈还带着3个拖油瓶，换成任何一个普通女人都是不敢想象的事实，更何况钟丽缇作为公众人物，更是受尽了媒体的各种冷嘲热讽。可钟丽缇最终让人叹服的就是她身上流淌着的自信与从容，她从来不活在别人的眼光和嘴巴里面。在她的人生里，年龄不应该成为阻碍追求幸福的原因，孩子更不应该是。所以在2015年，45岁的钟丽缇又恋爱了，这回和钟丽缇谈恋爱的男人叫做张伦硕。张伦硕1982年出生于青岛，山东临星人，是中国大陆男演员、歌手。2015年7月，钟丽缇与张伦硕合作真人秀节目《如我爱》，日久生情。之后，钟丽缇与张伦硕在港会见面传媒时，大方地确认了恋爱关系。这条新闻一经爆出，众人哗然，各大媒体更是大肆报道钟丽缇傍上小12岁的鲜肉。在众多声音里面，几乎没有一个声音是祝福他们的，但是有一个声音却很是统一：45岁半老徐娘还带着3个女儿。张伦硕33岁，大好年纪，长得高大英俊，是不可能真的喜欢钟丽缇的，他只是和钟丽缇玩玩而已，世人一点都不看好他们这一对。但是2016年9月，张伦硕和钟丽缇拍摄了京剧婚纱照，照片一经流出，在各大网站疯传。在许多吃瓜群众等着看戏之时，同年的11月11日，张伦硕已经和钟丽缇回老家灵溪登记结婚，12日在灵溪又举办了一场结婚典礼。如今他们的婚姻已经走到了第4个年头。钟丽缇很喜欢孩子，和张伦硕在一起这4年一直有一个遗憾和愧疚，那就是年纪太大了，没能给张伦硕生下一个孩子。有些居心不良的媒体便就以此切入点造谣生事，说钟丽缇备孕打排卵针吃激素药，被张伦硕逼怀孕。加上这2年钟丽缇发福身材走形，使流言更加的扑朔迷离，愈演愈烈，愈憋愈真。张伦硕立刻就成为了全网的攻击对象，登上了微博的热门话题榜首。这些年有关于钟丽缇的风吹草动，他都不能幸免。张伦硕看到满天的流言蜚语，非常的愤怒，他没有沉默，而是选择了正面刚，一一回怼造谣的人，甚至通过正规的法律途径举报那些造谣的媒体。其实钟丽缇已经不止一次表达过拼四胎的打算，她表示生孩子只是因为夫妻俩都喜欢孩子，而不是迫于男方的压力。对于被黑，钟丽缇也是积极回应，说明了自己在备孕之路上指责了网络写手的不实言论，并在微博上表白张伦硕，让粉丝们不要担心。经历了风风雨雨，两个人的感情也就越来越坚定。张伦硕表示，每对恋人的相处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门道，而他和钟丽缇也是如此。相差12岁的年纪，外在的压力是有的，两人都需要承担各自的角色的压力。张伦硕是3个孩子的继父，钟丽缇是3个女儿的妈妈，更是张伦硕的妻子，所以能够走到现在，他们双方都为彼此而努力。张伦硕虽然比钟丽缇小12岁，却不是一个幼稚的男人，他对婚姻的看法十分成熟。在外界说钟丽缇嫁得不值，骂他妈宝男时，他真情流露道：“婚姻就像是事业一样，要不停的修修补补，贵在坚持。”能够说出这样的话，张伦硕也绝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。而钟丽缇这么多年的情感沉沉浮浮，走入了第3段婚姻，
我想她也绝对不再是一个无知的少女，每段感情每段婚姻都有着自己的模式，或许我们不理解，但是如果他们幸福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大方的送上祝福呢？在这里祝福张伦硕和钟丽缇能够白头到老，钟丽缇永远是那个自信、性感、从容的女神。